老外从小遭花钱，外国爸妈花招超级多，都自己想办法。真的，印象很深刻的一次，就是我生日的时候，我想要一双直排轮，他们给我那一笔钱，然后不够的钱，你就是要自己想办法。所以我们从小就是有这种观念了、啊，这个是你自己要责任的，你要自己独立的、啊。爸爸，你可以载我去上课吗？自己想办法。爸爸，不是要自己想办法吗？自己想办法，对不对？不要忘记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